Hello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？我的后面呢是新竹城隍庙，我们今天又来到新竹哦。今天要看的建案呢叫做王桥甲子园。在去看房子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城隍庙走一走，看看这附近的小吃，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怀念的记忆。这间新富珍卖那个竹签饼的，它那种饼里头会有肉，有时候我们会买一些回家。然后这边我记得还有个地方进去是有二轮电影的，但我现在有点找不到在哪里。这附近的店有一些已经跟我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。那边有个卖芋泥球的，要排队排很久。然后鸡蛋糕，它其实后面那个有个入口进去就是城隍庙了。敬意贡丸、海瑞贡丸、郭家润饼应该是这一间。这间润饼以前常常买来吃。我记得这边还有一个卖那个卤肉饭，也是很好吃，也是我也会特别跑来吃这边的卤肉饭。反而这边的我以前比较少来，柳家卤肉饭，以前在交大的那个对面，我记得也有开一间，就会来吃。他家的那个卤蛋超好吃的。这里就是城隍庙，可以啊。是城隍庙。好啊，就今天的下午茶吗？下午茶。林家霸丸，它的霸丸是红色的，红烧肉的。我没吃过这种霸丸，这四神汤的料超多，大肠超多的。在没变成美食节目之前，我们要赶快先去看房子。感觉这边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，就是跟十年前、二十年前都是一样的，车一样也是非常非常的多。从中山路走出来，这边就是西大路哦，也算是新竹非常非常热闹的路。我们现在呢要去甲子园的接待中心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在王桥甲子园的接待中心，后面呢就是它这个建筑物的模型哦。它的楼高是15楼，然后地下挖到地下4楼。那比较特别的呢，它的1楼呢其实也是停车场。那整体来说，它的规划呢就是1层4户，然后都是落在41到45坪之间。那最大的是这一户是45坪，42、43跟41。那它你可以看得到说，它这边都是有前阳台的配置。我站的这个位置呢，这边这个面向呢是面对这个新竹棒球场。那前面呢，它是面对这个民富国小，就是在民富街的部分。再往那边过去呢，就是西大路。所以这是它整体的环境。整个的建坪呢，大概220几坪。没有很大，因为它是一个围老案，所以说你到时候它盖好之后，会发现说它是在一群这个比较旧的房子里头呢，有盖一栋非常新的建筑物。新哦，这个是它2楼的样品屋，那这是一个42坪大小的房子哦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其实它从正门一进来啊，进来就是餐厅跟厨房的部分。那我自己觉得新竹人对餐厅的要求呢，可能开放式的厨房会比这个封闭式的厨房来的实用很多，因为大家都很忙嘛，所以有时候更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，大家可以带小孩这边做功课啊，或者是加班等等的，有一个共同就是一起生活的地方。而餐厅的部分呢，可能外食更多，你可能在公司的餐厅就已经吃了，或者去买外食，所以我觉得足够就可以了。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餐厅跟厨房的设计呢，说我觉得是很棒的。那再来来看一下它的公领域的格局哦，它是设计成一个书房跟客厅合并在一起的一个空间，也是非常非常面宽非常的大。这虽然是一个42坪的房子，但是它把它做成了4房。这是一间小孩房，所以可以放衣柜啊、床啊等等。它有一个开窗，还蛮大面的。所以一样也是衣柜啊，好，书桌跟床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主卧的空间哦，大家可以看到主卧空间其实非常的大，它甚至放了一张 queen size 的床，而且它的走道超宽，然后还有一整面的柜子。所以我想如果家里有女主人的话，这个空间应该算是蛮足够的。这边的走道我觉得也蛮宽的，所以整体而言，我觉得它的主卧的空间用得非常非常的宽裕。再来来看一下它的主卫浴哦，它的主卫浴我觉得也蛮大的，它用的都是 Innex 的马桶跟面盆。那它的整个也是3件式的浴室有开窗。好了，我现在再来就是客浴。那这间客浴呢，有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它直通工作阳台。
一般来说，大部分的建案啊，它的工作阳台都是连厨房。我自己的习惯是，工作阳台最重要的就是洗衣服。那所以有时候我在浴室洗完衣服之后，我要找个地方放我的脏衣服。可是如果说你的浴室直接通的是工作阳台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方便，因为你就可以把东西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头去处理。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卫浴跟它的厕所呢是分开来的。这个是它的卫浴空间，就跟日本的厕所是一样的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则是淋浴空间。所以你家的人口如果很多，比如说你有四个人的话，你知道小孩子有时候在那边又洗澡又上厕所，大家挤成一团，所以这样就会方便很多。就是洗澡归洗澡，上厕所归上厕所。早上大家忙成一团的时候呢，就不会为了有人堵在厕所里头呢，就没有办法往前前进这样子。我们刚才看完了王桥甲子园的样品屋，还有它的建筑模型。那我们现在就沿着西大路往前走，带大家看一下王桥甲子园的周围，还有西大路的现况。这是明治书院，它旁边呢就是大圆柏。那我记得明治书院基本上是一个停车场，假日有时候会跟同学，我说同学是已经毕业了，大家在工作，但还没结婚，所以我们会一起骑机车，然后把车停在明治书院，就来这个大圆柏看电影。我记得我的功夫是在这边看的吧。西大路虽然我已经过了十几二十年没有来了，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。今天大圆柏有活动，超级热闹的，好像是街舞有关的活动。从这个西门街过去也可以到城隍庙。我刚看那边是西门街，所以这附近应该有一个西门之类的东西，可能在日据时代已经被拆掉了。新竹有东大路、西大路、南大路、北大路，它就是整个旧城区的四个边边的街道，应该以前都是城墙，然后可能陆续都拆掉了，然后就变成现在的马路这样子。这里的车我是觉得还不少，即使现在就是星期天的下午，我觉得它的人车的量还是蛮大的。这有个牌坊啊，孝节今天，道光甲申年，有一个石坊啊。好，继续走吧。走吧。左边是少年刑务所。这间客家板桥我有来吃过，就我记得以前还在这边上班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跟林博士他们，然后晚上加班加很晚，会跑出来吃宵夜。然后那时候林博士好像会骑机车，然后我们会一起来这边吃，有点怀念。但是是不是在这间，其实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。这有个面屋日月泡面专门，这是新的吗？黑龙美食。哦，这鸭肉曲在这，我已经变这样了。几百年没来了。对啊，我以前会来吃鸭肉曲，也是晚上吃宵夜会来这边。招牌都褪色了，那生意还是非常的好。我觉得晚上生意比较好，晚上这边你没有排队应该是吃不到的。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。往这边走就是城隍庙了，这边也可以到城隍庙。要过马路，西大路沿着中山路左转，可以看得到以前西门的遗址。它在明治四十年被拆除。过了中山路之后，北边我觉得就没有刚才那么的热闹跟那么挤了，这边的感觉就比较舒适一点。你好，觉得这边好像没有刚才那边那么多车哈，人也少了一些。但是如果你是要去园区上班，基本上就是走西大路，接宝山路，接新安路就直接进去了。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宝山路还没有拓宽，就是窄窄的一条路，然后旁边都是摩阿波，然后那时候学长他们有时候去联谊，晚上三更半夜回来，骑那条路都超害怕的，还有很多灵异故事。但是西大路现在已经拓宽了，变成又大又宽，然后你要爬十八尖山，好像也是可以在那边有入口。我觉得跟以前比真的是差蛮多的。这里就是西大路跟北大路的交叉口啊。西大路这条路是偏庶民，它大部分都是吃的喝的这种店哦。
但是我觉得北大陆比较不一样，北大陆的感觉是更偏向一些商业的一些建筑或商业的一些发展，比如说那边有北大教堂啊，我觉得蛮有婚纱街，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景。好，我现在的位置呢，在新竹司令棒球场的门口。那这里是西大路跟民富街的交叉口，我们等一下去看的建案就是在那个位置。那这个棒球场呢，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况。那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位置，就不谈里头发生的故事了。其实我对棒球是一个属于非常绝缘的一个体质，就是我对棒球是完全没有兴趣的，但是我还是有来过棒球场看比赛这样子。那时候我的室友都是兄弟的支持者，很可惜我不是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民富国小啊，这是民富街，这有超级多的补习班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芝麻街，还有这个文理补习班、全民英检，就整个学校对面基本上都是补习班。哎，蔡坤龙，哎，我小时候在新店也有蔡坤龙，这里超多补习班的。我右手边这个呢，就是王桥甲子园的基地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在民富街、民富国小的对面，然后两边呢全部都是补习班，所以就是一个你只要这个小孩子呢送去学校，然后去上班之后呢，他基本上到你下班了，他都有地方可以去。他这个房子已经盖到二楼，可能是三楼的底板了。那他的基地大概就是200多坪。那你可以看到棒球场的那个设施，其实它后面呢就是棒球场，前面呢面对的是学校。基本上它旁边这种状况呢，应该也就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应该都是没有遮蔽的状况，视野应该都是会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们再往前走走，去看一下，前面就是经国路，这里就是民富国小的大门。再往前走一点呢，就会到金国路。那这边其实离台六八非常非常的近了。你如果要去竹北的话，就可以走金国路这边，再走台六八过去。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啊，在我们刚刚在西大路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有非常多的房子在都更，有很多类似甲子园的这种建案啊，其实在慢慢在做。毕竟这边其实是新竹的比较传统的市区，然后这边的人口的这个负荷跟房子的年限都已经到了一个极限，这边的发展相信会越来越好，因为它最主要就是有一些都更的需求。我觉得这边的客群啊，可能跟竹北或者是关埔是有一些区隔的，就是竹北跟关埔可能比较偏向竹科的一些新的移民吧，就是比较年轻一辈的人。但是像我们那个年代，可能更早一辈的人，他们更早在新竹定居，他们买的房子可能都是在市区这一带，那他们可能会需要他的下一代住在这附近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甚至新竹本地人，他们的考虑可能就不会是竹北关埔，而是市区这边的一些新房子。那当然，我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，竹北跟关埔的房子实在太贵了，那这边的房价可能都还是在60左右上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在这边要告一段落了。想先跟大家做个总结，我大概人生有12年多是在新竹过的，算了一下，大概有1/4到1/5的日子是在新竹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非常了解它。新竹就是一个非常多变的城市，它有非常传统的地方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有西门啊，有城隍庙啊，有各种各类的庶民小吃，这种非常传统又非常的古老的东西。但是也有台湾最发展、最新、最先进的台积电，最有钱、最年轻的族群，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。整个城市其实是用一种既快速又缓慢的方式在变化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有机会来新竹走走，你可以真的在这个新竹的市区里头都走走，你看你就会发现，像比如说新竹的东大路、西大路、南大路、北大路，
它这四条路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。我们今天只有走了西大路，也许未来有机会可以去东大路或南大路、北大路再去看看。那再讲讲今天的建案王桥甲子园，那当然这就是一个非常均质的建案，因为它就只有40坪左右的规划，然后就是三房。这里的位置呢，其实非常接近国小，所以它是一个学区房。它旁边也有非常多补习班，也有多非常多生活机能。然后离西大路的商圈、跟城隍庙商圈，甚至北大路、金国路、台六八都非常非常近，所以我觉得它的生活机能、交通机能都不是太大的问题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欢迎到它的接待中去走走瞧瞧，那边的销售人员会跟你更仔细的说明房子的一些状况，还有他们使用的材料啊、设备啊、规划等等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跟开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阿中兵店呢？这是三位咸酥鸡，这间我以前也有来过。有时候会来买衣服，现在怂的年轻的时候会买到。啊，这是甜不辣，也是买了3份。今天我们要去宁波赤家庆生，这样子。现在状况有点不太一样了，你看他写的非常多，这个越南文、泰文、日文、韩文，所以他应该有非常多国际客。就是其实这里有蛮多移工的这个工作者，他们跟这种大学生还有在园区的人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族群，还有本地人，这样四大族群。